好，是人。上一集呢，我一共跑四款蓝牙无线耳机的大盲测，你们看了没有？还没有看的，马上看回去。然后呢，其中一款哦，就是明天马上就要开卖的耳机，就是华为 FreeBuds 4i， 价钱平靓正哎，也是我自己用了几天之后，觉得感觉比较好的那一个。这个 FreeBuds 4i 是一个什么定位的耳机呢？ OK， 我们讲粉啊，如果我们把耳机当成是青春有你男团女团的话呢，将 FreeBuds Pro 就一定是队长。那就是我之前拍过银色那款啊，领唱的呢就会是 FreeBuds 数字系列，也就是 FreeBuds 3 啊， FreeBuds 4 啊，但是 4 没有进马来西亚啦。然后 I 系列呢，也就是这一代呢，就是颜值最高的，然后也是排行最小，年纪最轻的，然后也是比较容易吸引路人转粉的那一种，因为它的价钱是最便宜的，379块就买到了，颜值 OK， 续航很好，虽然功能不是特别顶，但是赢在够齐全。收这个379块的耳机到底值不值得买？我们马上开箱吧。它一共有三个颜色，就是白色、红色还有黑色。我拿到的是白色跟红色，但是红跟黑哦没有那么快开卖，所以大家自己看这些啊。两个的材质呢都是钢琴烤漆，就是那种哦被光照到会反光的。好处的话就是看起来很高级，坏处的话就是摸久了会变得有一点油，但是手感很好。因为它的形状换了，像是上一代哦，这个是 FreeBuds 3i 的时候，它是那个 Panadol 造型的嘛，不要了，变成了这个圆圆润润的鹅卵石 shape， 而且磨上去哦是冷冷的那种哎。有一个地方要称赞一下，就是哦，鹅卵石的后面这个地方哦，它特地哦做到平平这样，就是给你放在桌子的时候比较稳，这个有加分。开关盖子也是顺顺的哦，它的 magnet 是刚刚好的，不会难打开。但是有一个小地方，就是平时哦我们很喜欢手痒啊，拿出来单手掉掉掉掉掉的时候呢 ，FreeBuds 4i 就有点难呐、啊。我觉得因为鹅卵石造型的原因哦，也比较小力，你单手抓着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支撑点，所以很难做到单手打开。但是如果你用双手的话，是完全顺的。你拿耳机出来这个动作一气呵成，指尖勾起一点点抽出来放回去，磁吸会吸到稳稳，不会掉出来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能站。重要吗？重要。其实一向来我觉得华为耳机哦戴上去给我的感觉是很好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入耳式的，而且哦它是根据10000多个真人耳道模型数据来设计，戴起来的话是舒服的。它盒子里面哦其实是有附送3个不同尺寸的耳塞，因为有些人哦戴耳机是会痛的，那是因为你的耳塞不按你耳洞的大小。还有3个尺寸，有 S size、M size 还有 L size， 都是 free 的，买来哦就在盒子里面了，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看哪一个尺寸按你。那我现在戴的这个呢就是 M size， 它是很稳的。就是我等下就算咬我还有不会掉出来了。在我们一般上在外面看到卖着那种无线耳机哦，他们的无线充电的接触点都会是在这个底部的整片，但是 FreeBuds 4i 的接触点的话放在耳机内侧，这样的设计哦其实是很好的，因为在内侧我们很少会碰到嘛，它就减少了腐蚀的可能，使用寿命就会长一点哦。第一次连接去手机超级无敌容易，史上最容易，我讲了很多次了，很容易，超容易。你打开耳机盖 automatic， 是 automatic 啊，在你手机会看到 pop up 跳出来，你点一下连接搞定，不用开什么 bluetooth， 不用 connect 个那个的。连好之后呢，以后你直接戴上耳机直接开始用，而且的话就算你放在 bag 啊，放在裤带啊，放在你后面 pocket 啊，它都不会断 connect 的。你打开盖子你可以看到剩下多少 battery， 如果你是要连去别的手机的话，你长按旁边的这个 button reset 就可以重新连接别的手机啊，就是这样简单哟。而且不止华为手机哦，就连别的 brand 的手机都可以 connect， 而且可以用完全部的功能，跟前几代的华为耳机一样，你听歌听到一半，耳机拿下来歌就耳朵暂停，你戴上去它又耳朵继续，你不用自己手按的。那如果你要用手按的话，你戴两下暂停，戴两下继续，长按的话就是换模式，跟之前的华为 FreeBuds 都是一样啦。主动降噪这个东西我讲过5次都有了吧，它其实原理呢就是哦，它透过里面的一个内置麦克风来检测环境噪音有多少，然后再配合这个降噪技术，然后产生一个反方向的声波，然后去抵消到这个环境噪音。而 FreeBuds 4i 的主动降噪哦，是可以根据比如说地铁的轨道声啊，马路 engine 声啊，办公室 aircon 啊， shopping mall 的人声啊，就是一些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日常场景来进行一些降噪优化。也就是说比如办公室不是太吵，降噪程度就会小一点，
马路比很潮的降噪程度就会大一点哦，所以大家可以降22 dB， 你这样戴起来哦，那个降噪感觉就不会很压迫。而打电话的话，人声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加入了双麦克风加双重抗风噪设计，双麦克风呢可以拾取你讲话的声音，双重抗风呢就可以减少风噪。它再配合买这个 AI 降噪技术，就算你在很潮的路边聊电话啦，你讲话清楚，对方讲话你听也清楚了。要看它便宜便宜就以为什么功能都没有哦，环境音透传这个功能还是有的，就是 awareness。这个功能的出现哦，目的就是给你一边听这个，一边 aware of 你身边发生着的事情，所以叫做 awareness 哦。比如说你在 LT 站，你听这个 LT 站火车来来回回降潮，当然是要开降噪模式的嘛。但是你又怕 miss 掉广播，你就长按一下耳机的机柄，这样你就可以从降噪模式变成透传模式，同时间你也听到音乐，也听到广播咯。也可以用在 office， 比如说我们一边做工一边听歌，不用拿下耳机也可以跟同事聊天，也或者可以用在我们在马路上面，但是 please 不要给我过马路开降噪啊，我跟你妈咪讲。音质上面，如果你没有看上一集的话，我是给 FreeBuds Y 四分的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出来的音质是很不错的，然后它的中低音很 on point。 我没有想到300多块的耳机是可以做到这样，当然那你不可能跟那种头戴式的 FreeBuds Studio 那种比嘛，但是在 TWS 耳机里面它算是做得很好的。还是那一句，音乐这种东西很主观的，建议你们自己去华为体验店去 try 一下，叫它开一首 EDM 给你 feel 一下。 EDM EDM充满电之后呢， FreeBuds Y 是可以听10个小时的歌，如果加买这个 wireless case 也充满电的话，是可以听22个小时，是目前 TWS 耳机里面降噪续航最长的了。因为很多 TWS 耳机哦，它只要一开了降噪，它的 battery 是冲着下的，但是 FreeBuds 4i 呢，它就算开了降噪也可以耐7.5个小时。意思就是说，比如你搭飞机去中国，你在飞机上面听歌开降噪，下了机都还有电，虽然现在是不能飞啊，但是给你们丢一下，我比喻一下吧。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电啊，它的快充超级紧，差10分钟吧，就可以听4个小时的歌，也是目前 TWS 耳机里面哦充电最快的那一个。要问的问题就是，上一代的 FreeBuds 3i 跟这一代的 FreeBuds 4i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？5个地方：一、外形肯定是不一样啦。3i 的是 Panadol 型 ，4i 就是鹅卵石型。二、电池 ，3i 呢可以耐14.5个小时，这样 4i 就是耐22个小时。三、重量 ，3i 是51g，4i 就是36.5g。四、Bluetooth，3i 用的是 Bluetooth 5.0，然后 4i 用的是 Bluetooth 5.2，相对连接上面会比较稳定一点。五、价钱 ，3i 的价钱是399，4i 就是379。总结来讲呢，如果你想要买蓝牙无线耳机，平靓正那种啊，这个 FreeBuds 4i 我觉得买得过。功能上面可能没有像 FreeBuds Pro 那么劲，这样音质上面也没有像 FreeBuds Studio 那么爆棚，但是它赢在价钱，379块，赢在续航，22个小时真的很耐电。当大家以为 TWS 耳机要很贵的时候，它一个嘣，379块，门槛大大降低，379可能你吃一个火锅就没有了吧？一个人吃不到啦。你要吃贵的火锅，这个 fine dining 那种。有钱会吃。到以后，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对音质有追求的时候，你再换别个也不迟。然后这段很重要，因为我要教你怎样用319块就买到。从今天开始到31号，你去华为 Member Center， 你去 Lazada， 你去 Vmo， 可以直接领60块的折扣券。你领了之后，扣了之后，你只需要给319块就买到了，谁都可以领的。领了先啊，有没有买都先拿了先啊。而且你手3000个买的话，有送 casing 哦。OK， 这个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想买的话，你们可以点上面那个 caption 那边那个 link 了哈。OK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